哎，我的名字叫做谁占了我的八倍镜？对，因为有人抢了我的名字，可能就换成这个名字了。相信有关注和平精英的玩家们都知道，和平精英代言人王一博和虎牙知名主播不求人会在12月18日晚进行联动，和粉丝们一起在虎牙一起开黑直播。写的是四排吗？啊，对，批的是两个。在玩家和粉丝们的翘首以盼下，不求人和王一博的开黑之旅终于来了。当天活动开始，不求人发现王一博的 ID 竟然改成了谁占了我的八倍镜。对此王一博称，他原来的 ID 非著名八倍镜被其他人占领了，所以他才使用这个 ID。 不得不说，这届粉丝真是太强了，王一博的旧 ID 被别人占用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王一博直接把 ID 改成了谁占了我的八倍镜。太有梗了，不愧是你王一博。得签了一下。对，哎，完了，哎，我跟错人了。